讲一下，甚至连这个按钮有没有？像我们这个图表都可以自动产生，甚至连这个按钮能不能自动产生呢？其实也可以啊。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插入按钮有没有的动作录制下来，你可以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哦，它其实基本上哦，我这边我刚刚已经把它录制下来，基本上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原则都差不多，什么 Active Shee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有没有？后面的话加一个 Buttons，有没有？我们刚刚是什么？那个叫 chart 有没有？就是我们刚刚录下来的东西的话，就是叫 chart 哈。那这个按钮的话叫 button，那一样是点 add，不过我们刚刚那个名称好像叫 chart add to 啦，不过它这边就 add，它比较单纯哦。不过那看起来它好像很多地方其实没有完全都那么的统一啦哦，但是它原则都一样。哪个工作表里面呢？我要在上面产生 button 哦，button 就是按钮，S 就是它的集合哦，add。那基本上后面的话哈，我如果希望哈，假设它原来有两个数字啦，它那个数字像我们刚刚那个数字哈，是比如说是什么从500然后10，那可是问题有的同学说，老师那个位置哦实在不好记耶，那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用不要？所以后这边的话我把它改一下，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比如说我希望把它放在哪里，放在储存格哪个储存格？P2 啊，这个是 P 的第二列。P2 的这一点，有没有？P2 的储存格是在这里，对不对？哈，如果我希望那个图放这个按钮放过来的话，就是对齐这个点，对齐这个点哦。OK 哈，这个点的话呢，那怎么叙述啊？其实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将来对齐这个点的话，教过一个方法，这个点哈，它就是这个储存格，这个储存格叫什么呢？叫 range P2，对不对？哈，这个点呢，当然一样哦，它有两个值，一个值的话是 X 轴的话是 left。那 Y 轴的话就垂直，垂直位置的话就 top，所以哦，如果你要取得它的两个值 left 的话，你就是 range P2 点 left，就是取得这个的横向的值，哦，多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个位置，OK。然后呢，它的垂直位置 top，所以以后的话，你用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储存格的这个点。那以后呢，我希望把那个按钮啊，帮我加到这个点的对齐位置，OK 哈。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什么？还有就是把这个按钮哈，对应到 on action，on action 就是说，当我按下它的时候呢，去执行哪一个对应的程式，哪一个句型。那句型名称的话，因为我这边名称叫直条图2016了哈，上面显示的什么呢？文字叫直条图，所以你会发现呢，我如果把它执行起来的话，第一个有没有发现，这一行执行完之后哈，它就帮我绘制什么？这个东西在哪里？P2 啊，在这里，刚好对齐这里。然后呢，宽度的话呢就是80，所以我给它80啊。至于80多少，大概这样哈。然后呢，高度多少？25，有没有？所以这边的话加个，这样就图就画出来。那只是说它第一个只是把图画出来，上面按钮二啦。可是你按它没有作用，所以怎么样？你要跟他讲说，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哈，它要对应到一个 sub 叫做直条图的。2016，那我们前面有写一个 sub 哦，资料2016，所以对应给它。那上面的名称呢，也把它改一下，有没有直条图？然后呢，再来下一个按钮，下一个按钮我对齐到 P4 好了，有没有啊？一样，大小一样是8025哦，所以对齐对应到那个原型图的2016，有没有？然后把它名称应该改成什么？改成原型图，那没改到原型图。OK 哈，然后把这个改上去了，然后再来一个删除对应到删除，然后上面名称也叫删除，OK，绘制出来了。所以以后啊哈，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以后只要所有的图啦哈，通通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完成，也就是你上面啊 V 等于有点像 VBA，可以很快的把 Excel 当画布一样，你要怎么快速一键按下去哦，你要让它变成什么样子都不是什么问题。OK 哈所以做完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删除看一下，会不会成功？按下它，删掉了，直条图、原型图就 OK 了。所以以后哈，你可以怎么样把图画完，然后你要自动，甚至可以自动让它产生按钮嘞，有没有？那按钮产生，反正你要按什么，你就自己按一按吧。OK，所以你要给老板的话，你说老板你自己按吧。甚至如果按钮很多个的话，都可以自动产生嘞，对不对哈？OK，所以应该。可以了解我了啊！我有把刚刚这个程式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了，其实哦，
可以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我也把它放上去哦，给各位参考哦。所以回去的话呢，当然第一个啦，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我把它贴到第几页，第四页地方哦。然后这个只是我刚刚这个地方没改到名称 ，OK 哦。啊，其他的话呢，当然呢，我有讲过啦，其实在那个 Google 的云端上面的话哦 ，Google 云端哦。就是把这个做完了。第二个的话呢，请各位再看一下刚第二下面的部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把那个我们云端白板哦移动到这个地方，就是变更那个图表的种类部分啊。然后呢，我们的资料来源哦，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叫应该是中央的气象局吧，我从这边找到。那比如说我选择台湾的啊，或者是选择哪一个区域的。然后气温有没有台湾部分的，那里面可以找到哈，像甚至如果你台北跟高雄要比较的话，像我这边从这边我是从这边找到有没有台北的这个统计资料，1到12月，那我其实把它复制了，然后再贴到那个 Excel 里面，就把它转个方向而已哈。这个是气温的，另外的话还有什么降雨量在这里有没有降雨量？哦，有没有台北的降雨量在这里？但是哦，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们待会你们可以做个变更，怎么变更呢？请你把那个北中南的气温跟降雨量啊、哦，做个比较，哎，到底差异多大？有没有啊？当然，第一个啊，你一定要先把那个台北的部分先做出来。所以我是从这边抓到资料之后哦，第二个的话呢，我是把气温有没有？刚刚是本来是横向的，那我是转置一下。哦，把它贴转个方向，然后降雨量也把它转个方向，然后前面再加上1到12月份。那待会请各位第一件事哦，也许你就直接拿这个资料哦，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然后呢直接把这个资料直接贴上好了哦，就直接选取它 Ctrl+C， 然后贴过来的话贴到 B2 好了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哦把这个资料里面呢的结果做出来像这样子啊，没有，我希望哦，一样做三个按钮吧，哎，就跟刚刚一样哦。然后呢，但是差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呢，我希望哦，它能够做出来之后啊，可以是一个所谓的复合图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里面的话因为有两个资料，但是哈、哦，跟各位讲哦，这两个资料哦，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降雨量的数字跟它的气温的数字，一个是百位数，一个是。是十位数，所以你会发现显示出来的话、哦、假如放在同一张图上面、哦、比如插入，我们用了先选取这个范围、啊、然后不过选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哦、选的时候不要选到台北，应该是选 B3 到 D15、哦、台北不要选到、哦、然后插入一个什么呢、啊、这个应该是直条图好了，我们先选一个直条图，但是你会发现、哦、这个直条图呢显示出来的话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哈，因为呢我选这个范围给他了，他当然蛮聪明的，他自动会抓到说，哎，这个是水平轴，所以把这个资料怎么样放到水平的地方，然后因为你有选两个资料，所以他变成说呢哈，他一月份的话呢，他就会把这两个资料呢帮你放过来，但问题来了，因为气温跟降雨量哦两个数字差很大。所以、哦、反而气温感觉被压得很扁，那这样其实虽然看得出来是有差异啦，可是这个差异、哦、其实并不明显，因为数字太小了。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哦、你可能需要做、这个几件事情、哦、第一个、哦、你可能比较好的方法啦，就是把它变成复合图。什么叫复？就是不要两个都用直条图表示，你可以怎么样呢？这个降雨量部分哈、哦，也许你可以用直条图，但是呢，你这个气温部分的话呢，哈、哦，你可以用什么？可以用折线图。哎，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气温的部分变折线图哦？哎，特别注意哦，这个可能有点不知道各位对图表熟不熟啊？如果你对它不熟的话哦，可能记得有些细节要注意哦。还有、哦，如果你连图都不会画哦，那更不要说写程式了。哦，会不会有些人会写程式，但是却不会用那个这个用哇？哎，那反而更厉害哈、哦。OK， 跳过去了啊。特别说怎么做哦？一，请你先选什么？先选那个气温蓝色的其中一个，12个嘛，随便选一个都可以。
这个时候你点其中一个啦，意思说我要选全部，哦，全部的气温。第二个的话呢，我按下滑鼠右键，选择什么呢？选择资料，哎，不，跟这样，先选择什么？变更数列的图表类型，也就是说呢，我先把它改变成什么？改变成它这个地方就会跳出什么组合式，有没有？也就是说呢，哈，它会让你，它因为它知道说哦，里面有两个资料，那两个资料的话呢，哈，哎，其中一个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希望把这个变更，所以你看组合式，一个是气温预测是群组直条图。降雨量也是群组资料。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针对气温的部分改成什么呢？改成所谓的折线图的话，那你可以把图表类型，哦，改成所谓的有节点的好了，这个有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好了，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哦，然后把它点选。不过呢，如果你按确定的话，哦，它会变成像这样子，诶，跟刚刚状态好像没有差太多，还是平平的一条线，并看不出什么样的差异。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哦，因为我们的主要的坐标轴这个轴的数字呢是根据降雨量而来的。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今天希望，哦，可以就是说降雨量的数字跟气温的数字的这个轴，哦，用不同的数字表示的话，那其实关键地方来了，旁边有个什么副坐标轴。也就是说呢，哦，我可以在副坐标，也就是说这个叫主，左边是主坐标轴，你在右边再画一个副坐标轴，你会发现哦，差异就出来了。如果你把它打勾之后，哦，你可以看出来哦，有没有？它这个时候呢，哦，它就会自动帮你在右边产生一个所谓的副坐标轴。那这个副坐标轴主要就是你以后气温的部分，哦，我就用这个副标轴 来表示，而不是用主坐标轴。变成说，哦，我降雨量跟那个气温哦是不同的轴哦。这样的话好处就是说，我在同一张表上面，我看起来不会说，因为我要曲就这个，我因为两个数字差太多，所以我变成我其中一个一定会曲就另外一个来表示就不清楚。所以特别注意哦，副坐标轴哦，按确定之后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画出我要的这个图啦。啊，其他当然把上面的坐标标题名称变更，这个前面讲过了。甚至底下的话，这个图例要不要显示？这个当然可以显示，也可以不显示啦。就是 have legend 有没有？等于这个预设是 true 啦，哦，如果你把它关掉，等于 false。这个前面都有讲过哦，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啊，我们将来是希望什么？如果我要把这个动作，刚刚是都是用滑鼠，把滑鼠来完成的，那我现在不要，我希望什么？做一个图，我希望呢？一键完成，也就是我现在按个按键，哦，它自动帮我完成。它，啊，可能也许可以拆解吧，哦，拆成几个动作吧。也许第一个先做这个图，然后做原来，然后把它改，然后最后做删除动作吧，哦，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吧，哦，当然如果你刚刚的动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先做过，然后一样嘛，录制剧情，分阶段录制。第一阶段怎么样？先做第一个，先做那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先把基本的图先画出来。第二个的话呢，再来怎么样，把它变更成什么？这叫什么？叫组合式图，或者它叫复合图吧，反正这个一个名称的问题哈，哦。然后最后的话呢，大概是这样的。那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讲的部分哦，先完成。那我刚刚的资料放在哪里？放在云端白板的第10页哈，哦。